你看在起事的时候，这个吕也是，我不一定我非要这样去夺吕，而是啥呢？你比如说他这个副手来打我了，我一接手呢，我直接正面，然后我接手就这么接，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个禅定，这个禅定的同时，这个手是这样接住，啊，这样接住，然后呢，这就是个转。这个手臂越是用力才越明显，你比如说这个用力过去，你看我这手，你看它都感觉到有牵动的意思，是吧？这是这个手，这边呢，看是不是？这还能接？哎，然后一接，然后你看我这边一搭住它，这边搭住它，还是这动作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不用用多大劲，就很。嗯，所以说就这几个就是三年连水这种禅定的这个威力，说一转，你看包括这都好像是你不来都不行，就缠着你走就过来了。咱们这个你要像金大师这个人一过来以后，你看这这样往这缠，然后他一较劲，他要向后顶，顶了以后你还变成这样，是吧？就是说你通过这些缠绕这些劲，你可以，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拿这个擒拿这个劲了，先手你看就这样，嗯，是吧？这一拿我是这样的，你看，然后再拿我用力，哎，你看这样一拧了以后，一松。就是缠绕化，他先把他的力卸掉，你看你卸掉了然后反缠力化，包括你看最常见的这个咱这个金丝缠腕啊，特技拳的练法就和那个他们平时的不一样。你比如说金丝缠腕是他抓住我以后，我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如果说对方用力很大，这都是以前那个谁天明兄弟啊，那不是93年在那茂名市公安局那个，我教他们那不是擒拿功那个，好多都是警校出来的，都懂一些擒拿，所以说那个个头又大，我在教这些这个哪里，他就干脆的，我这样我看你怎么弄，他就这样使劲夹住，他们一般说哟这就用不上。我说那你还是不懂太极嘛，我来抓住你，你看太极拳讲究全是缠绕，你力量在哪用劲，然后这一翻转，你看这一切就下来了，是吧？包括你看比如说今天讲了给大家讲几个基本手，比如说遇到平时经常有抓住你的，他这个用很大力，你看我就是稍微转一点，你看，所以说这个你不要用多大劲，知道角度对，你看，包括你抓住，对，你看这个角度只要对，你看，它自己，它越顶越痛，所以不是说啊谁力量大谁就厉害，这里边这个巧是非常多的。你比如说我拿他这个手的，你看，我一拿，你看他现在还不痛，但是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这里不拿了，这样一起来了，他的肘一起来他就不痛了，但是还是这劲呢，他这样就痛了。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在这个拳里面实际上都有的，你通过练习推手也好，擒拿这些地基上变化的练习也好，都是为了啥呢？在拳里面练的东西到这上面能够运用得上。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拳要正确，也就是说身上没练出东西啊，教你很多招法你到时候一招也用不上啊，因为咱太极拳是练这个身上的东西啊，所以说在练习的时候呢，这里有个需要注意几方面啊，一个是这个正，也就是说你首先头要正，摇头晃脑低头弯腰的动作不能停，
那就是头要平，放一碗水也不能让它砍掉，肩要平，然后就是胯要平。哎，你在练拳的时候，你看尽量要体会这种东西。比如说这个，咱从侧面看，这个起势金刚倒对着，正常的应该胯落好，你看是这样。但很多人练习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，你看这样的就看，或者两胯是端平的，然后这个裆又是撑开的，这样也不对，是吧？要撑开，然后呢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啥呢？好多人是这样。哎，看着也蹲得很低啊，但这是顶死了啊！咱们太极要求的是这样，骨盆放平，哎，上的时候尽量的，就是不要影响到身法，并且是不能出现这种哈，整个身体拔起来的现象，还是要遵循那个高度啊，尽量的在这个不影响到整体身法的情况下，把这个身体练好。这难度就大了，看着简单，所以说好多人，你别想着说要老师不给你捏架子，不给你纠正，就说一般你这个腿部力量，你根本达不到那种水平，稍微给你纠正，你这得这腿成这样的，所以因为啥你这个腿部支撑力不够，这必须要循序渐进，啊，练太极拳不能急不能贪，啊，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，还讲究是啥呢？一层深一层，层层妙无穷啊！一层功夫，一层体会，那是不一样。你比如说我讲的有些东西，哎，有些人一听后可能启发非常大，他到一定程度了。但如果你学的时间不长的时候，你还感受不到，你听听仅仅是听过啊。但是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可能如果对我讲的有些东西，你要是印象比较深的话，你可能哎呦，那原来我现在才理解张老师上次讲的什么什么东西。也就是说你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现在呢即使你听懂了，但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等你这个拳上练出点一点感觉以后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配合这个问题啊，太极拳需要的是个整体劲，也就是说既要有比如说定式的时候呢，像单边拉开以后一松腿，肩与胯合，肘与膝合，手与脚合，这个上下的相合，又要有的这个左右的相合，也就是左手你看与右脚的相合，这是在哪里呢？刚才我讲了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就好像这里拴个绳子，这个把脚尖带过来。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线，在来大一的时候，这是一样啊。我刚才讲的，这边沉，这边向外拧，后踏前拧，就是缠的这个劲头，这啊，这样的松沉的劲和那种拉开以后光往下蹲一下那种劲，那种区别太大了。这就是它这个左右，包括你看击地拳、击地锤，往下冲完拳以后，走，这就是给它拉过来，对吧？然后的变化，金刚倒对，往下来以后。这里也像有根绳拴在膝上一样，起的时候你看是拳领着膝起来，然后再落下啊，这个是就这种要出来，这就是这种协调的问题。严重温泉准备往第三低高脑袋走的时候，和保重心，都这也是这个下面动作清清楚楚，为你那个啥往下走了，先有打火基础，就是脚尖为主，脚跟外摆，到位了以后一踏实，
脚跟为主，脚尖为尾。啊，这和那个高攀马后面是一样，转，外棚转，你看，踏实，转。所以说脚在下面要清晰，到位以后落地生根。啊，避免啥呢？那个脚在下面以后，这乱扭乱晃，这就不行了，下盘就不稳。啊，这个在平时练拳的时候，尤其有些打发力，也是脚在下面乱扭，这就不对了。这些很明显的，我强调过以后，你在练拳的时候稍微注意，你练出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欲上先下，欲下先上，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，这些规律，哎，你要把它把握住。每一个那个重心倒换都是先把以身领手，啊，身不动手不动，以腰为主，节节贯穿。所以说呢，每一个劲呢，就先要从后边倒重心，然后再去转腰，不要这个转腰和倒重心都同时进行啊。比如说咱练这个劲，这个拉开以后，哎，目的是我准备提这个左腿，但是呢，要分松右胯，松右胯呢，左腿很自然的就，啊，这是有个合劲就出来。如果是右胯不松，你这个提腿，你这个提是整个身体都拔了，这个右胯一松的，提起腿来正好全部劲都合住续在一起。啊，是这种感觉。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一松胯一合，然后出腿，啊，出腿以后倒重心，嗯，再回来以后穿着拉开松，啊，来讲到这里呢，还给大家再提一下这个中线的问题啊。有些人呢可能不太注意，但是有些经常爱读书爱学习的，可能对这个感觉就比较明显。这个拳上有时候经常提到手不过中线，这个中线身体这个，也就是你扣制这个中线。有些女手的时候为了手不过中线变成啥的干脆手，就我们那里有人这样的，他把这理解成死了。这个你看这个中线，他不是说啊，我的中线在这了，就老是在这了。因为你随着你的身体转动，你的中线在不停变化，你身体转到这的话，我中线就在这里。所以说不是说我身体到这了啊，我的手往这走，那就叫过中线了。中线它是在随着你的身体转动是在不停变化的，在云手上就比较明显。你看到这，然后你看这手起来，我手穿到这，身体中线在这，我还是没过中线，这个穿着，哎，这个也是啊，这样子你就知道啊，我这个身体转动是通过松胯转腰来完成的。松胯转腰一定要身体结合，你不能说很多人是开了步以后单边的这手就是这样摆完以后，这个穿掌的手就往这穿，然后这样拉开，这就是合不住，开不到边。所以说咱讲究的合要往内合，然后你看这开的时候劲由背到掌，然后最后再到了手上，中心回来以后，这穿掌呢，把这要穿起来，然后再翻掌。啊，在这个上面需要注意的，好多人在练拳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单边开完步以后，在开手的时候就是直接就这样，这个就错了。这个劲儿一出现呢，这叫挑肩架肘。所以说一定要先穿，然后再去穿。
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这个挑衅家长的毛病啊。很多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捧着啊，然后往下整啊，你移重心是移重心，这里不要变啊，提腿的时候你看它是起到这样，不要出现啥有些人一提腿马上这都身上都预示动作很明显，这都是挑尖架脚缩脖，脖子缩起来，那泰拳要求松弛，所有动作都是在讲究松弛啊。如果你能够松得好那你这个颈练一套拳啊，负荷是非常重的。那练是你平时练三遍拳可能还不感到太累，你真正按要求去做，你一遍拳都打不下来，那个情况就不一样。所以说在放松上有几个阶段，最早的时候是不知道松，就全是浑身都是硬的，都是顶的，通过一段时间练习呢，逐步的让你松松松，说的多了你自己也注意到松掉一点以后，会感觉到身上稍微协调一点，稍微顺顺一点啊。这是第一个阶段，这是就不知道松，叫不知松。第二个阶段是叫不敢松，因为啥呢？腿上没劲，你不顶着不行，这个单边一松，这个胯着往下一沉，这都开始抖了，赶快这顶起来，顶起来，这个腿上还好点，一松下来，当当当当当，这个可能有些练过，都有过这种感受，这叫不敢松。尤其是这个开步，你要懒扎一样单边这个开步，按道理是松胯以后一合出腿的时候呢，在保持一个身法不能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，这腿上的支撑力得有，这不能出现这个到准备开步了，我弄得很自然很舒服，你把这个顶丢掉了，把这个自己的重心这个丢掉了，这个开步当然它不会太累，但是这个要求就不一样了。第二个，这等于说是你已经认识到放松是怎样什么情况，但是说由于腿上没劲，也松不下来，也不敢啊。然后再到一定程度，是腿上支撑力有了，有一点，这时候呢，你相对的这动作能做出来。但是你有些地方呢，在细节上边你还到不了位，那都需要那个不能松。已经知道松的好处。或者是就是也知道该怎么样去松了，但是说还那都再往深处走了，所以说有些呢，大家容易迷惑的就说，这个松老是讲松是啥意思？这个真正松开的目的，并不是让你把劲彻底丢掉，这个有些人甚至会怀疑，老师都是骗我的，让我一松开，让我整个都松掉以后，他好打我，我不给他办的。尤其在我们在陈家沟那边啊，这个有人就是经常有这种很郁闷，他就是说老是让松松松，你松开以后他打你更好打，实际上他不让你松，你来硬的，你越紧张越硬，摔的就更重所以说这个松的目的不是让你把劲丢掉，是为了啥呢？为了让你这个全身各个部位协调起来，更好的重新组合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因为啥？你比如说发劲的时候就很明显，你有往前发力的时候，那肌肉有往前伸展的肌肉，同时还有向后拉扯的肌肉。为啥让你尽量的放松，然后发力的一瞬间再去用力呢？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对抗肌的用力。这样子使你发出的力，你比如说100斤的力，到这个烧结到落点，能够达到80几斤。如果你非常紧张，你可能到烧结剩30斤了，那个就是就
好像这个电的水泡一样，哎，你这个在你这个力量在这个往前发的过程中都给你消耗掉了。所以说放松啊，是第一，是为了更好的让你的劲协调起来，哎，让你的整个身体各个部位，更有效的去组合，也就是太极拳经常讲的，一动周身无有不动，但是呢，你要啥动中有序，也就是该哪走哪里，啊，讲到这儿就是从发力这个最明显。你比如说颜如红现在的发力，这个蓄好定以后，从沉音发的时候，这不要用，整个的这个过程，先有一个蓄的过程，啊，蓄静如开弓，发静如放箭。所以说蓄静的时候呢，到这以后，哎，到这以后往下走呢，你看要有一个左手微微向前了，右手向后的这个意思，然后这个导劲，劲一过来以后，然后快速地松这边的左胯，身体往这边合，合正，哎，这样力你才能这个合到这个点上，哎，讲到这个的这个方向角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呀，颜如红先生叫一个。好，哎，你看他现在这个都是咱们这个属于自己这个，我经常强调的都比较注意的。但很多人这个拳打是怎么打的？打出来是打到这儿，哎，他这个他认为是我打的也不错，人家这个都是这样画的。哎，这区别到哪里了？你看一下，比如说这手臂用力。捏紧，还要这样打的话，你看，对吧？这个是练陈氏太极拳的啊，因为这咱们这的很多毛病，因为这都是我反复强调的，因为杨馆长也都是比较遵循的这个在教大家，所以说你就少走了很多弯路啊。然后你还按这个摆出来，对他这个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就是我刚才是拍他一下，如果你比较强壮。他这样子打你一拳的话，你可能一用力顶他一下，他自己扑通就倒地了。还有这是往后，你看还有往前，你看，嗯。但是按咱们现在这个要求，就不会有这种钱。你比如说这手臂硬的，啊，手臂硬的，你看，看到吗？这是用对比的方法，让你自己来看。这个你看，这也没事。这个你都知道，哎，哦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包括。